嘿。他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十月的天空很干净，桌上的蚊子太拥挤，想出去走走去散心，在胡思乱想在憧憬，他发呆总特别的专心，给未来的他写一封信。 Hey Kong Can you hear me？黑空，我坐在最后一排给你写信，窗外球场很安静，数学课我听不清， OK 我发来简讯说星期六去坐船和他姐妹一起，我不想去。黑空，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钢琴弹得怎么样啊？出了专辑吗？有歌迷吗？还是你去开了服装店？我想店名会叫做飞家屋。哦对了，昨晚坐在第六排的老弟，见他随身听竟然搞坏我的耳机，他正在盯着我说哥们放学门口等你好了，快打铃了，这时空在听反方向的钟。那忧愁的下午，心里有点堵，走在回家路，他有种感觉说不出，若有似无的 deja vu。 Hey Kong Can you hear me？ Hey Kong Can you hear me？ Hey Kong Can you hear me？ Hey Kong Hey KongKong， 我坐在六楼楼顶，我的手里拿着分手信，眼泪没能争口气，我把它折成纸飞机，在阳光照射下我们抱着它，在阳光底下能往天空飞，它肯定会为我伤心，肯定会后悔做了这个决定，可是 Kong 我不能辜负爸妈把我养大为我操心，还想我能上个大学，我开始着急开始焦虑，已经无法再逃避啊！我不想像纸飞机一样的失去联系，我不能辜负这个学期 Kong，这种日子到底还有多久？我到底能不能成为说唱歌手？我听说虫洞可以穿梭时空，叠加物是不是音乐穿越了时间的裂缝？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未来的我，在这等你，在能不能想到现在的我？我知道这封信是给你，给我的空。2003年秋 ，Get it。忧愁的下午，心里有点堵，走在回家路，还有种感觉说不出，若有似无的 deja vu。 Hey Kong Can you hear me？ Hey Kong Can you hear me？ Hey Kong Can you hear me？ Hey Kong Hey Kong Kong，昨晚的梦很清晰，现在是凌晨5点，我很清醒，我梦见你在空中飞起来了，这让我想起你高中给我写的信，我差点就要忘记了。空，我最近发了新专辑，正在筹备巡演，不过十几分钟预售票就售空，你大可不必理会他们的想法，不分是对是错都不识货。对了，空，现在他们都叫我 KL， 我把你的名字注册成了邮箱号，那年的高考我刚好过了录取线3分，去了长沙不久就咸鱼翻身。 Oh man， 那天你真该去坐船，人不疯狂往少年都没留下照片，那次在校门口你真该出招，现在我家里挂了拳击带，能把他们拳击败。空，要真能穿越时空，每个时期都会永存，每个瞬间即永恒。 Chill man， 而似水流年，现在是19年， KL 写给你的留言。黑空，他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想着能睁开的眼睛，在我长大总是太拥挤，想出去走走去散心，在胡思乱想的憧憬，他发呆总特别的专心，给未来的他写一封信。黑空 Can you hear me？